前面是官渡大桥，左边这一片是红树林，右边有一个洗手间。前面这一段路，我上一次从官渡骑到淡水的时候有来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影片右上方的连结。官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 我现在在官渡。那今天中午呢，我先坐捷运到官渡站，然后在一家卓家的面馆吃了午餐，然后租了 U-bike 自行车呢，等一下要从官渡这边骑到官渡大桥，然后再到淡水河的左岸，也就是巴黎地区，去看一下左岸的风光，最后呢带大巴黎的渡船头那附近呢还车，然后再坐渡轮回到淡水，再搭捷运回家。这就是我今天的行程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彩虹货柜屋，哇，这有一群人也来骑 U-bike。我们等一下要左转上官渡桥，这边有指标哈，刚刚从关山公园过来，现在要从这里上官渡大桥往巴黎，在前方。我现在骑到了巴黎这一边了，现在是淡水河的左岸，然后我现在要往这个渡船头的方向骑。虽然今天天气不是非常的好哦，不过至少没有下雨啦，风很大哦，你们可以听到风切的声音，不过凉快。那我们就往渡船头的方向出发。在这些自行车道里面，从官渡到巴黎的这一段我还没有骑过，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这里走一走，顺便看看河边的生态。还有淡水地区的景观，其实很不错哎，很方便啊，坐捷运可以到，用悠游卡就可以租车，而且费用非常的便宜，然后又可以还车，又可以搭捷运。其实，在大台北地区的这些休闲生活还蛮便利的，哇。这边都是新的大楼，
边就是红树林。这段风景非常漂亮，离城不离城啊。有运动有休闲，这边就是妈妈嘴咖啡。哇，这个高压电塔。其实这里呢，风景非常不错哦。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伟大的河，台北也不例外。河的对面，金黄色的屋顶。就是捷运站了，这里的景色太漂亮了。刚查了一下呢，我要先去还车了，因为再过去呢要到很远的地方才有地方还车，所以我先去附近的还车点还车。这里是龙米停车场，我在这里还了 U-Bike 自行车。那我刚刚呢是从这里上来的，我现在要走回去了。等一下我要往前走到渡船头，搭渡船回到淡水老街，然后再走到捷运淡水站回家。淡水的渡轮。